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珠海神施法，出现宝光珠海神，得以等心，使一切众生福德海，众宝庄严身解脱门。不可坏金刚床珠海神，得巧方便守护一切众生善根解脱门。不离尘垢珠海神，得能解一些众生烦恼海解脱门。恒住波浪珠海神，得一切众生离哪道解脱门。吉祥宝月珠海神，得普灭大慈难解脱门。妙华龙吉珠海神，得灭一切众生取苦与难乐解脱门。普慈光位珠海神，得净止一切众生住见欲之性解脱门。宝焰华光珠海神，得出生一切宝种性菩提心解脱门。金刚妙吉珠海神，得不动心功德海解脱门。海潮雷音珠海神，得普入三昧解脱门。在诸神众之中啊，现在是珠海众啊，珠海众现在还是异类的，异类的就是跟人不同类，就叫异类的。异类的主水神之后呢，就是主海神啊。这前头是标题，主海神一共有十法。这个一切众生福德海，众宝庄严，这是宝光主海神。他所得到的佛的解脱门的一部分是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下施给众生，所以等心就是平等心施给一些众生，不是物质啊，是福德给一些众生，给一些众生的宝物，就是相似庄严身。那么这个宝光珠海神呢，这是说他正德的法门。这每一位珠海神都有他正德的佛的一部分，佛的这个无量解脱门之中他得到一种。现在我们也讲了100多种了啊，100几十种，现在是珠海神啊。那前头珠水神跟珠海神是不是一样呢？水是不是海？以后还有河，河是不是海？河是不是水？就是这些菩萨继位的菩萨是世间相，世间相的有的是有情世间，有的是无情世间。像河呀、海呀、水呀，水本来就包括了海河，都是水，但是水跟水的性质不同，所示现的、所得的解脱门不同，应当这样的来理解它啊。就像我们人类，人类有种种的人类，
人每个人的爱好不同，这是正报了。现在这个都是闹依报说，依报说呢，就是你所依照的、依靠的。这珠海神是住在海里头吗？不是，就是四现渡罪一类海的众生，说叫四现。咱们前头讲过了，一开始讲的时候叫即位菩萨，大菩萨即到这个位度这一类众生。因为啊，俺们这听经状，特别是在家两状，他随时来听个一天两天，没头没尾，中间来你听了几句，他冒不着头尾。那解说呢，就得把他撂说一下，让你知道一个头尾。华严经跟其他的经论不同的点就在此，什么都有神，什么都有鬼。不要一说这个就想到这个咱们这个世间上鬼了啊，迷了，神了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华严经讲的鬼神是即位而四现。即位这个意思呢，它不是这一类的，它即到这个类里头，这就是化身菩萨。它并不是像人类是受胎生到人类来。现在是这些个海神对管理海的那些个那些众生，是不是都能闻到这菩萨的法呢？不见得，看有缘分。对，像即位咱的人类的是文殊普贤观音弥勒，乃至于这些个大菩萨即类人类，并不是人类都见着菩萨，而依着法知道，知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这实力的道场。那你来到五台山了，你见到文殊菩萨了吗？文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跟你说法了吗？所以现在这些个咱们讲华严经这些个菩萨，即到海神，即到河神，是度那一类众生，并不是海神、水神都能够见到这些菩萨，也得看你的缘分，跟咱的人类的人间一样的。等到我们后边讲菩萨了，那叫同类。前头者讲这些个八部鬼神了、四天王了，乃至三十三天了、那十八梵天了，这都叫即位菩萨，就是华严海会这些大菩萨即到这个位。即位者不是那个的那个众生之类的人，拿人来说，文殊菩萨即位到五台山，他骗一些处了。不过五台山是一个，它是一个度众生的一个点，只能说这一个点。那的无量世界、无边世界的这个南阎浮提多了，这仅仅是一个。但是我们朝五台山的这些道友们，不论你久住的或者临时来的，有几位见到文殊菩萨给你说法了？说那些海神跟着即位菩萨这十大菩萨，也就这个意思，懂得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如果出来听的，你就知道你是中间插曲。这跟你那个到戏院里看剧一样的，人家都演了呀，演了很久，人开场很久了，你才来。前头的你没听到，你听一两座你走了，后边你也没听到。这一部经有续份、正宗份、流通份，
咱们现在讲《华严经》还在续分当中呢，还没到正中分呢。意思就是说，《华严经》还没开讲呢。不是，你们感觉到讲两个多月了，快三个月了，怎么还没开讲？讲的是续分，不是《华严经》的本身的本意。叙说要讲《华严经》了，佛说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哪些个人来听，哪些人来护法，这都是听经的海会大众，这叫叙分。咱那出了从这个如来出现品以下吧，那就叫正宗。正宗就是《华严经》所要教授我们的，告诉我们依着《华严经》怎么样修习，怎么样行观想，怎么样理解。这像那个初听经的，给你们做个交代。现在你们来的，来这儿听经的，不要听这么两句话，回去说我听了《华严经》了，你还没听到呢。这仅仅是续分，续分当中的一段，知道这个含义就行了。像这个道理，每个菩萨，继位的菩萨，主就是这个海地神众当中，他的行菩萨道的行道的处所，他行道的处所，他以神法来教育这个呢？像宝光珠海神，他是以平等心，平等心，让一切众生都能生到福德智慧。海嘛是出现宝，海里的含藏宝物特别多，说以海为比喻。也就是众宝庄严，咱人类啊要庄严呢，买个钻石啊，或者买个宝珠啊，打个金戒指啊，都算庄严。那这个呢是供佛的供品，因为供了佛了，回报是什么呢？是福德。这个福德呀，拿这个有形有相的一些宝贝，钻石啦、珍珠啦、玛瑙啦，一些七宝，来庄严，是装饰品。但是这个是给众生的装饰品，可不是世间的宝物，是出世间的。让得福得智慧，不离尘垢诸海神，得能解一切众生烦恼海解脱门，不坏金刚诸海神，得巧方便守护一切众生善根解脱门。这是二，第一个是宝光诸海神，第二个不坏金刚爽诸海神，第三个是不离尘垢诸海神，义理都是相通的，不过各个的差别有点不同。不可坏金刚诸海神呢，它是使一切众生的善根不失掉，善根不失掉，给他说法，让他保护在你这个善行善的善根基础上，咱需要成长，不要退失。但是呢，是以善巧方便，一切众生根就指着眼耳鼻舌身意，以身体为主的，给他说法，让他护持，说你能做个人呐，很不容易，你没变牛变马变畜生，
没堕于地狱，没变成恶鬼，做人的善根呐、很深厚的了，又能闻到佛所的教法，要保护这个善根。那每个众生的思想不一样的，状况不一样的，所以要巧，巧是善巧，以种种的善巧方便，使他，保护他自己的根门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这样使他再成长，再成长。不离尘垢的珠海山呢，它是能解，解是解禁的意思啊，解禁的意思，把这个烦恼啊，我们众生的烦恼像海那么深，像海那么广，使得烦恼都消失，那么这个他不离开于世间，这个眨眼世界，尘垢嘛，就是眨眼世界所有的一些烦恼，生活当中，日常生活当中，那不如意的事儿啊，太多了，让他脱离尘垢，能可使得烦恼啊解除，给他说法，烦恼有深有浅，现在这华严义呢，就说的甚深广大的法门，是不是？从你的性体，现在说你的现行，让你的心呢，能够把外边的客尘、客观的环境，让环境随你心转，而你的心念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助根，不随外边色声香味触法的尘的垢眼出来转，然后这个菩萨呢，他所发的愿就是这样子的，给众生演说的甚深法，让众生体会烦恼是无自性的，是空的，是空的。那么这个不离尘垢的珠海神，他能给一切世间众生做导师，引导他们得离尘垢，说法呢像云一样，像雨一样，把这个在人世间的一个苦海啊，无穷无尽的苦海能够消除，能够脱离。横住波浪珠海山，能令众生离哪道解脱门，这个是指着一切众生常识畏惧堕哪道。哪道嘛，最重要的说三种，一个畜生道，一个恶鬼道，一个地狱道，每一道都有无穷无尽的差别，但是人道不说了，人道咱们大家是在人道当中了解人，人跟人可不同了，不是他福彩不同，是他烦恼业障差别非常大，就是现实的世界当中，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时间，对，有的正在这个战火当中，那有的呢，像咱这样南京的恐怕不多，有的在世间奔波名利，求财富，要谈生意，想种种的犯法，想得到的，你想得到的不一定能得到，你怕失掉的可能保不住，这看你有福没有，有智慧没有，尘垢的事儿太多了，
那每个人在这个方面上都能懂得，在你生活当中你所遇见的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什么，就是因，它还要干果的，干果的，那你来生不一定变成人呢，变成畜生道，最那严重的还得下地狱。给他说这种法门，让他什么呢，让他对照佛地境界是什么境界，让他以佛境界感化他，让他把那个惑业把它灭掉，让他苦啊止息了，止息了。如果因为大家这个世间事儿也不想去了解，要了解也是烦恼。有时候现在的信息啊非常的这个通达的不得了，过去我们可以举手，像我们在这里头我们不知道，既不看报纸也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，那你什么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呢，是不是这就祸苦就消失了？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没这个烦恼。从这方面说是好的，从另一方面说，你发心度众生，你不知道世间的什么些个苦，不知道苦，你要怎么能给他说，怎么能给他向他消苦呢？从立生方面说，我们自守的自修啊是不错，从立生方面说那就不同了，那就不同了，让一切众生的祸消失，让他苦难止息。那先说是烦恼，我今天看见旧报纸，不是现在的，大概是这个二三月份的事儿。同一个时间，不同的国度，一个是产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，一个是产生的台北，台湾的台北，另一个产生到新西兰，三件事儿。看着是不同地点不同的条件，但事情是一样，三个女孩，都是一个十岁的，一个十一二岁的，都这样的，同时被人杀害了，杀害了，强暴啊，完了把他杀害了，三个，而是在我们看这个日期啊好像同一个时间，其实报纸知道的，不知道的这个同一个时间死亡的灾难性的，就叫不叫咱们在这儿南京这学佛法的地方，就在这个时间，好多人在这个时间死亡，遇到灾难，在战火当中逃不出去，那我们这个眼，我们这个智慧很浅薄，知道很少，但是以那诸佛菩萨来看呢，这个同一个时间那有成千上万的，咱们只是寡说人类了，畜生类呢，所以这个众生啊就形容着很多的，这烦恼跟着苦难，有的时候苦是果，在苦果上验证他过去的祸，就是因，祸因，没因怎么能结果，在苦的时候
果已经成熟了，在受苦果的时候它还造因，果又变成因，因又去干果，就这样的重重无尽，重重无尽。那么这个大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些大菩萨发大愿的心，咱们也随顺他们学着发大愿心。这就像那个海的波浪一样的，那众生啊在这讷道当中怎么样能离开，离开有的是现实，现实的生老病死苦，只是总说了，说你伤口当中灾难还很多的呀。有时候说你在这给他好像安安静静的啊，祸从天上来，不是天上来，天这是自然的。有时候飞灾横祸不干你的事儿，找上你来了，有人诬告你了，或者你做哪一件事儿牵涉到有你，完了苦难就叫降临你的头上。像这种事儿啊，咱们说就有冤枉吧，太多了，每一个人都可能经过。那个发菩萨心的菩萨，他是发愿利益众生的，但是众生得跟他有缘呢。这个缘怎么解呢？例如你到五台山找文殊师利菩萨，你念念文殊菩萨圣号，或者念他的咒，或者念那个嗡阿尔巴达那迪文殊菩萨心咒，或者念他的心咒，这是你的感啊。你在平安的时候就是常时受此念，感到你苦难来的时候啊，它就起作用了，起作用了，起作用了，就使你灾难消失。但是你这灾难过程当中消失了，你并没有感觉到是菩萨帮助你了，是菩萨救护你了，你并不知道。是我们众生的过去的无量劫的种的善因，今生在灾难之中意外的这个灾难解除了，你也不知道是你过去跟着哪个菩萨，哪个菩萨来救度你来了，反正是佛菩萨的来救度你来了，你也不晓得。有些事情好像不可理解的，突然间你发智慧发现了，明白了，你也不知道是怎么解除的，这叫遇难呢。说我们经常说无明，啊，说障碍烦恼，对，是你智慧不开，都是你因为经过你的修行，闻法了，受了三规了，闻法修行了，那你自己有智慧，这个烦恼怎么来的，它又怎么消失的。像我们如果你出家之后，你受持一部经或者受持一部论，它产生效果了，就是它产生光明了，也就是说你自己心里有智慧了，你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怎么发生的，怎么成长的，又怎么消失的，这就靠智慧。以智慧来摸鱼池，这个呢就是吉祥宝月珠海山，他消灭了他的慈难，得了解脱了。怎么消灭的？智慧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
像那妙化龙吉珠海山，他灭一切众生的趋向苦、趋向难乐，他得着这么样的解脱门。灭一切众生的苦，让众生得到难乐，就是你所做的事儿，就是行。行是千流不息的，你一天从早上到晚上，你起了好多的心念，完了有的心念变成你所做的业，就是你这一天所做的事儿。说这些个，这叫千变不息的，这里头有苦，有断苦。断苦呢，说你发了菩提心了，菩提心嘛就是道心，发了个向道的心，那你得遇到这种因缘，有向道的心开始灭苦，苦要灭了就得到寂灭，寂灭就是不苦了，不苦就得到难乐，都难乐。这是妙化龙吉珠海神他加持众生的时候，皆是以众生让他灭住取苦，住取是趋向的意思。哪些个取最苦呢？反正六道众生都有苦，天人阿修罗、地狱恶鬼、畜生，六道苦不同，有苦很严重的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苦中，那你堕地狱了。堕恶鬼，一天二十四都在饥饿的痛苦，没有饮食，吃不饱的。堕畜生，大家畜生大家看到了，畜生也有苦有乐的，有福报的畜生，同是马吧，有的马呀奔到那个山上驮得很重，负担很重，还要爬山，有的马呢它就不同了，它也享受。我经常的你观察畜生，完了再回想到人类，好了，这些菩萨教化他们，使令他们发道心，完了是行道，行道完了把苦灭了，完了到究竟成佛。这是妙吉妙化龙吉，他能够灭一些众生苦，给众生难乐。普慈光为主海神得净这些众生的住见乐慈相欲慈相欲慈相解脱门，是把你的智慧灭你的黑难。黑难叫什么？就是愚痴，愚痴就是不知道，就叫无知。我们最大的无知，不知道你过去的事儿，知道一生两生啊，十生万生都不行，得知道无量无量劫，无量无量生，我都做些个什么？那我现在感的果，过去做的不知道，不知道从什么上知道呢？现在你伸手受的。我说有的人他很幸福，他很安定，在他身上看不着他怎么苦恼。那有些人呢一天都在苦恼当中，你也看到，这个不是在乎有钱没钱，或者有病没病，你看有些人他一天在烦恼当中，这样过生活；有些人他安安静静的，愉愉快快的，
在这个问题上头，那么在家的优婆塞、优婆夷要严重些个，那么比丘、比丘尼，那要清净的多。我们在家二众到这普陀寺来，可以参观参观，看一看，看看我们这出家二众比丘、比丘尼他怎么生活呢？你看看他们衣服没几件，但是他自己用不着备办，缺了常住给他备办，吃饭了打斋的，反正吃的很少，两顿啊，没有第三顿，他没什么要求过高的，鱼啊肉啊跟他们没有缘，他生活过得很平淡，但是非常安静，安静，这可以比呀。什么社会有这么两句话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这件东西你用不到真假，用不到好坏，你比一比嘛，多拿几件同样的东西比一比嘛，知道好坏。人生的烦恼是自己找的，自己找的，因为你找快乐，快乐没有，找的是烦恼，不是快乐。所以你可以对比呀，对，所以这个普慈观位的珠海神，他对于众生的教导就是一定离开愚痴。怎么离开呢？得靠有智慧，智慧没得，没得叫讲别人的智慧，佛所说的法我们来学，我们是学佛的智慧，用佛的智慧来摸我们的黑难，等我们自己升起智慧来了，愚痴就灭了，灭了你就能知道，能见着你自己的本性，能见到本性嘛，愚痴自然就消失了，有了光明就没得黑暗，有了智慧了，你生活有了指导了，不要盲目的去奔波，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，你没有的你追求不到的，追求到了也是舍的，也是舍掉了，也会没有的。咱看见这个社会上的抢人的，咱们所说的亡命的，他的赌注下的非常的大，他比你做什么生意本钱都下的大，他得到的时候了，好像他把人家东西抢去了，他得到了。但是他拿生命换的呀，我们经常看报纸都是抢人行，他是用他生命换的，当时有可能被打死，正抢的时候，那警察来了，也许把你跟那个保卫治安的来了，可能不把打死。他这赌注下很大，就拿生命做赌注的。那人做生意，将本取利。也不是拿你的生命吗？消失了。在这上啊，就要有善于观察。得到也是假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你的生命啊，给你打最高的限度100年吧，何况是活不到100岁的多得很吧？多数人都活不到100岁吧？就最多最多100岁。或者再多一点200岁，200岁之后呢，你还是得消失。你看人的寿命，从人的幼体，现在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十几岁的人很少很少，就来听经的人，再过50年，再过100年，咱们这个法堂里头一个存在的都没有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但是人们的思想啊，那个妄念呢，想的可不是100年，想的1000年。
是和尚该没有这个，和尚照样的。前人修庙，后人来住。现在我们不正在修建的吗？等庙修好了，人已经老了，那就等后来的人吧。后来人没有死掉了，众生没得福了，那等拆庙吗？修的修，拆的拆，毁的毁，破坏的破坏，修建的还是修建。这类事很多了，这个庙在修，那边那个庙在拆。我在浙江去看着，都入世啊。这边是盖洋楼，修大楼，修什么？那边一个导弹就打的什么好几好几层好多层楼没有了，火一烧就没有了。建的建的，修的修的，坏的坏，一切诸法都入世，成住坏空。能明白吗？能开悟吗？这叫什么呢？语词见不同，看问题的看法不同。这个就是把一切众生的这个语词性啊，想让它转变一下，让它消失。用什么消失呢？用智慧消灭黑暗。这个宝焰花光珠海山，得出生一些宝种性菩提心。宝种性吗？宝种性有六种，这个都是出生的菩提心。我们经常呢，我们的道友要发菩提心，有些入佛门不久的，对菩提心呢。什么样叫菩提心？就是觉悟的觉，就刚才说有智慧，有觉悟的。菩提呢是印度话，中国话就分觉，觉醒了，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叫菩提。发心不想，完了还得去做，还得行菩提道。发菩提心，普行菩提道，完了证得菩提果。就是发个菩提心很不容易，得经过多少时间呢？经过像我们这个人的寿命啊，那得经过亿万万年呢。你遇不到一个发心的因缘，结果遇到了，发不起来，菩提心发不起来。现在我们这听经的都是四众弟子，都是佛弟子吧，大家都是发心。怎么样发？发完了怎么样保持这个心相继续啊？不要它中断呢。尽管我们重复，从一入佛门，这耳朵听到的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成佛，可以听到亿万次了。发菩提心，第一个得先远离世间，世间事什么都不贪恋，贪恋就是颠倒，不贪恋了，不颠倒了。心的贪恋心就是颠倒心，明明是苦的，说这苦里头要取乐，有吗？在黄连里头吃黄连，要想找像白糖那么甜，不可能的了。黄连就是苦的，黄连里头没含着冰糖，也没含着白糖，没有甜味，都是苦的。因为它是苦因嘛，这个含义就说是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想去快乐，就那刀在那个刀上的蜂蜜，你去舔吧，
舌头割了，这个快乐取不得的，这不厌离世间，这是菩提心的刚开始的一种。厌离这个世界，修生极乐世界。厌离的身，生极乐世界的，那就稳定。厌离的钱不行，这个世界你离不开。你怎样才能厌离啊？得有智慧，说叫般若，得有般若智。般若是印度话。为什么不把它翻过来翻成华严呢？因为翻成慧，翻成智慧，翻成聪明，那都不是般若。世间的聪明，咱们人世间的智慧，这不行，不是般若意。般若意是离开这个生死。生死有两种，咱凡夫所受的生死叫分段。分段生死就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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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又来，来了又死，分段生死。说成道了，然后我们经常知道吧，阿罗汉，阿罗汉断了，断了分段生死了，没有了。他知道得这么一半的智慧，还有个变异生死，那是菩萨断的。到究竟没有生死了，涅槃了。不生不灭，那是佛果，那才叫菩提道成。发菩提心，行菩提道，成就佛果，成就菩提果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非常的长。你想把菩提道的因、菩提学明白了，恐怕不是这一辈子事儿了。起码你等得经过千万亿、千万亿的分段，还得你生生世世相续不断。当代佛门起诉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。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荀子的羊妈妈。阿静和母亲养了几只羊，在羊群里有一只在额头上长有一线黄眉的母羊，虽然它岁数有点大了，但是在今年还是生下了一只浑身雪白的小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饿了，不要叫了，我这就带你们去山上吃草。
黄眉妈妈，赶快带着你的宝贝跟上啊！晚了的话，新鲜的草可就都被他们给吃完了。小鱼团，你可要好好的跟在你妈妈后面啊，千万不要走丢了。我真是老了，走了这么点路就没有力气了，需要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。你怎么在这里就吃起来了？这些草好吃吗？我们还是去山坡上吃那些新鲜的嫩草吧。是啊，马上就到山坡了，那儿的草多嫩啊。我先吃点补充一下体力，年纪大了走不动了。妈妈，这些草好吃吗？味道不怎么样，你就别吃了，一会儿去山坡上你再吃吧。嗯，好的。这草的味道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不过吃起来口感还是蛮嫩的。好了，不要在这里吃了，马上就到山坡了，那里的草才好吃呢。只要有吃的，这些羊就能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了，我终于有机会做自己的事情了。妈妈，妈妈，这边的草好吃啊！妈妈，那边的草也很嫩。宝贝，你别乱跑了，要是走丢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妈妈，我跑不丢的，那边的草嫩，你和我一起去那里吃吧。你去吧，我就不过去了，你别跑太远了，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眼睛怎么越来越张不开呢？好困啊。黄眉母羊哪里能够想到，它在路边吃的那些草含有毒素。当它一觉醒来的时候，视线变得模糊了起来，哪怕是身边的东西也看不清楚。好了，该回家了，大家快跟上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是怎么了？眼睛怎么越来越看不清呢？宝贝，你今天吃饱了吗？来，到妈妈这里来。你看清楚啊，我不是你的孩子。啊，那我的孩子呢？你们谁看到我的孩子了？我没有看到。是啊，回来的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你的孩子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在哪里呀？那只黄眉母羊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直叫个不停啊？阿静，小玉团呢？黄眉母羊的孩子小玉团去哪里了？哎呀，小玉团走丢了，这下要怎么办啊？妈妈，我们快去山上找找它吧。天色太晚了，天黑后贸然上山可是很危险的，等明天天亮以后我们再去找吧。嗯，好的，明天再找了。发现丢了孩子的羊妈妈在羊圈里发出一声声凄楚的叫声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来舔一下尝尝。羊特别喜欢舔食盐巴，盐巴能够让它们安心，可是它现在怎么对盐巴一点兴趣都没有啊。你不要太伤心了，我知道你在挂念着你的孩子，我答应你，等到明天天亮了，我就去找你的孩子。妈妈，他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是啊，他实在是太伤心了，可是今天没有办法。往日母羊失去了羊羔，我会给他一些盐巴吃来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可是这只黄眉母羊有了年纪很难安抚，实在没有办法来分散他的痛苦了。妈妈，明天我们一定要早点出去找小玉团，让他们母子早点在一起。嗯，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找小羊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母亲就起床准备上山去寻找小羊。你不要太着急了，
我这就去找你的孩子。你是想和我一起上山去找你的孩子吗？好吧，你就跟我一起走吧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家吗？原来妈妈已经带着他去找小羊了，我也要去帮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好像是吃了毒草，难怪他会丢掉自己的孩子还不知道。吃了毒草的羊眼睛会看不清的，他究竟是在哪里吃到的毒草啊？你还行吗？要不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自己去帮你找孩子好了。啊，你还是这么坚强的要亲自去寻找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同去找小玉团，这样你也比较放心的。小玉团，你在哪里啊？小玉团，快出来吧，你妈妈都快急死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小玉团，你怎么跑到这里呢？可把我们吓坏了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去。他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然而此时黄眉母羊已经虚弱不堪，他突然朝路边的草丛那里走去，然后对着那草丛绕来绕去。你在做什么呀？你是饿了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啊？你是饿了吗？毒草，这些是毒草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在告诉我这些草不能吃是吗？有我们看着，羊群是不会吃这些毒草的。可是如果走丢的小玉团误吃了这些毒草可怎么办啊？对呀，如果我的孩子吃了这些毒草可就糟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些毒草被我的孩子吃到的。你干嘛呀？你疯了吗？吃这么多毒草可是会要了你的命的。我要把这些毒草全吃干净，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看到吃到的。不行，你不能再吃了，继续吃下去你会生病死掉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静抱着小玉团远远地走了过来。他怀里的小玉团见到妈妈后咩咩地叫着，虚弱的黄眉母羊听到小玉团的叫声后一下子精神来了，他朝着小玉团奔去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好想你呀。是我的孩子，没错，是我的孩子，我孩子回来了。妈妈，以后我再也不乱跑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。小玉团对着母亲不停地叫着，可是母羊却已经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。小玉团一下子跪在了地上，妈妈，泪水哗哗地流着，妈妈，发出一阵阵悲伤的叫声。妈妈，母羊太伟大了，